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，预料将会在今日维持。澳门气象局预料听日凌晨到朝早风力将会增强，雷雨逐渐频密，到时发出三号风球的机会高。按照现时预测路径，摩羯星期五凌晨到清晨会在澳门以南大约300公里掠过，八号风球的可能性是中等。同时预料澳门内港低洼地区大约有半米以下的水浸，明日发出蓝色风暴潮的机会较高。